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吗？我爱你，我养你啊，我娶你啊，我们分手吧。女人都在想什么？你的蓝图里从来都没有。我实在是没有信心了。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。但是我不愿意。是他妈在耍我！你为什么要浪费我的青春？我跟你那么多年。别堆砌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。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经典？都已成年。不是好歹，你活该孤独，你活该爸妈根本就不要你，没有人会要你，因为根本不懂男不懂的珍惜人。我只活在这一个人。像谢幕的一定要现在说吗？谁没有自己的过去？我问过你吗？是你不问，因为你根本就不关心。所以你就抱歉是吗？我能做的都做了，只是我不确定。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。经过那么多年，我还是输给你了，一败涂地。你不就是失恋了吗？你去依赖了所有的人跟你陪葬吗？你越自私，是怎样？最熟悉的街，主角却换了人。我想要他在以后的日子里面都好好的。你可不可以原谅我？可不可以再等等我？等等我吧，前路太险了。对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只能说谢谢。